主料，小麦面粉100克，黄瓜200克，辅料，鸡蛋一个，盐，虾皮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煮辅料，黄瓜，面粉，虾皮，把黄瓜洗净，擦成细丝，放入虾皮，加少许盐，打入一个鸡蛋，加适量面粉，搅拌成黏糊糊的面糊，热锅放入适量面糊烙至，待其凝固后，翻面再烙，烙至到两面焦口，出锅装盘，即可上桌食用。烹饪技巧：一，我加了一小块胡萝卜，也可以加其他食材。二，因为虾皮有咸味，盐要少放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